在这等一个有缘人来了。嘿嘿，上钩了，用念猛火力压制住他，剩下一滴血。经过上次的教训，不做马夫，玩游戏就是要稳一点，直接一枪带走他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这局我老老实实蹲到舱顶，不去下面乱画，简直是万无一失。哦天才神枪手落地就是刚好，是米妮。这局好快，还有两分钟，剩下四个人，这次势必要取胜，是你们逼我的。在这之前，先玩玩这个小突变者。存个一批，把你骂我是吧？啊！溜了溜了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猥琐的人。好，哎，听得见我说话吗？很好，前面大哥没发现我。你在叫我做事啊？这怎么就发现了？来嘛，来嘛，来嘛！变身，我还会怕你？跟谁俩呢？啊！他去边走边打战术。干他老子！就你一个人还跟我，真以为我好欺负呢？直接主动出击！别走啊！打我字，我都还没打过瘾。起飞！哎，飞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呀哎呀！我操，这谁呀？哎呀，先撤退一波。让下让下，小弟弟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别把我逮住了。嘛来嘛来嘛来嘛！有种你再说一次。我一看，哦，还想包抄我，我直接扛毒走，看你还跟不跟我。好了，血量回复差不多，放个技能再拉扯一下。这么牛逼啊！就是现在。最后别忘了给米妮的视频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